的赞美，大大张口，让神来大大充满我们。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美好远超所求所想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歌颂赞美，他全能的手满有权柄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他已赐下丰盛的新生命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歌颂赞美，歌颂赞美，他心事直到永远，他能力不改变，他同在直到永远，到永远，到永远，到永远。献上感恩祭，献上感恩祭给我的神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美好远超所求所想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歌颂赞美，他全能的手满有权柄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他已赐下复活的新生命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歌颂赞美，歌颂赞美，他信实，他信实直到永远，他能力不改变，他同在直到永远，他永远，他信实，他信实直到永远，他能力不改变，他同在直到永远，他永远，他永远，他永远。从日出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处，他慈爱直到永远。我们努力向前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歌颂赞美，歌颂歌颂赞美，他心事直到永远，他能力不改变，他同在直到永远，到永远，到永远，他心事直到永远，他能力不改变，他同在直到永远，到永远，到永远，到永远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宣告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他慈爱存到永远。他慈爱存到永远，是的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起来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更多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起来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是的，他慈爱存到永远，歌颂，歌颂赞美，歌颂。他能力不改变，他同在直到永远，到永远，到永远，到永远。
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真光，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他。Yeah.
是的，我们献上我们最尊荣的敬拜给你。耶稣基督荣耀复生彰显，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，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，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。一起唱，耶稣基督荣耀复生彰显，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，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，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，献上
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轻轻地敬拜你。一起唱，耶稣，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，耶稣全凭同伴荣耀尊贵颂赞，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哦，你轻轻地敬拜你，举起我的心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。主啊，你的灵就在这里。主啊，我的心要敬拜你，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你。主啊，你就在这里，愿你更深的运行，更深的运行，因为你爱，你说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的心也未曾想过的。弟兄姐妹，用你的信心来启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浇灌在这里。
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宝座上的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跟着音乐声来尊崇他，来敬拜他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天的门。你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你的荣耀，荣耀，荣耀云彩。亚提列修列心来合意，吹气吹气，神灵来吹气，好吗？弟兄姐妹，大大的张口来赞美他，是时刻，是现在，紧紧抓住神，你会尝到主恩的滋味更深更多。信靠神，信靠神，信靠神，神就在这里，神在这里，他的云柱，他的火柱正在这里。会进到水深之处，因为你的肚腹会涌出活水的江河。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，绝对超乎所求所想。谢谢耶稣，更深的动工，更多的运行，主的灵在我们身上。因为主说他已经用膏膏抹我们，要使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瞎眼的要看见，瘸腿的要行走，受压制的要得自由跟释放。圣灵，你已经在这里了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如果你感受到神跟你同在，你就拍手来赞美耶稣，说哈利路亚。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得到医治，你就拍手说哈利路亚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心灵的忧伤重担已经被挪去的，你就拍手说哈利路亚。
义德，谢谢耶稣，谢谢阿爸父，谢谢圣灵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爱我们的教会，谢谢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咱这回用主的文来记得讲，愿的天里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你地里亲像你天里。愿的日子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官、灵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请坐。以下我们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要请苏伟跟苏芝夫妇来共读。兄弟平安，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语。今仔日的经节有四个所在，第一个所在伫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第二十六节，上帝讲，咱着做人亲像咱的像，照咱的款，互因管理海里的鱼、天灵的鸟、甲精星。甲全地以及地上得所的通托，上帝就创造人，亲像伊家己的像，照上帝的像创造伊，创造因男的女的。第二个经节伫以弗所书第四章二节甲二十二节，第二十节，若是恁学习基督，毋是安尼，恁若个人听记伊，搁伫伊受教示。照伫耶稣所有的真实，就是论到忠诚的行罪。恁褪去旧的人，就是照引诱人的需要得败坏的。第三个经节伫创世纪第九章第四甲第六节、第四节，独独有活命的肉，就是有教诲的，恁毋通食。劳恁的血，就是劳恁活命的血的罪。我要讨伊。我要对各样遭受讨，也要对人的手以及达人兄弟的手来讨人的活命。既然予人劳费的，人也要予因劳费，因为上帝做人是亲像伊家己的像。第四个经节伫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甲第三节，第一节，上帝伫在早已经托遮的先知用济济单、济济方法甲列祖讲。当伫遮个日个路尾，托伊个囝甲咱讲，就是因所设立做承接万面个好事，也欲对伊来创造遮个世界。伊是上帝应邀所发出个光，是上帝本质个真相。伊用伊关联个话伫负载万面，已经正清洁做个事，就第二极大个天顶大威严个大兵。以上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接下来我们一起用华语来攻读今天的经文。第一处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请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第二处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请。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第三处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四到六节，请。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
第四处，记载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，请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以上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关心教会消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。本周林牧师讲到的主题是恢复神的形象。希伯来书第一章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加入台南天桥教会脸书粉丝专页，可以扫描微杂志上的 QR Code。 教会在主日后会将讲到信息大纲以及补充经文分享在粉丝专页上，欢迎弟兄姐妹们多加利用。青年牧区从11月份开始，在每周六的晚上将举行四场的感恩特别聚会，邀请您参加，与我们一起经历桥及感恩的喜乐。欢迎大家到青年牧区粉丝专页浏览详细的资讯以及海报。在第一场，仁义传道教导我们活出感恩的生命，真实经历感恩的喜乐。第二场在11月12日，宗灵传道接续要与我们分享永恒的价值。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包含学校、家庭、工作等等，都带着永恒的价值。2016火车站圣诞节快闪活动预告。今年圣诞节12月25日星期天的下午，我们教会将在台南火车站举办圣诞快闪活动，确定的时间将会在近期公布，并在11月初举办活动说明会。这次的活动我们需要有第一圣诞老公公2至3名，第二圣诞车司机，第三圣诞歌曲大合唱的演唱人员，第四有 V8 摄录影机可协助录影的弟兄姐妹。同时活动当天也需要弟兄姐妹协助发送福音单张、教会邀请函以及糖果等等。我们热情邀请弟兄姐妹们共襄盛举，一起来参与2016火车站圣诞快闪活动。一者请洽教会干事或快闪活动的负责人李世纯姐妹，电话是0972-277-308，0972-277-308。我们教会已经展开圣诞节的布置工作了。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参与教会的布置事工。欢迎有创意、具有设计专长以及对美术、美劳、场地布置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加入行列。详情请洽潘献堂传道0932-702-385，0932-702-385。南都电台 FM89.1 频道天桥之音广播节目，由林献平牧师主讲的天桥之音单元，在这个礼拜天早上8点到9点将主讲当相信神，晚上10点到11点真情相遇单元。本周我们邀请陈伯江弟兄与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见证，经历爱，
而回转向神。11点到12点，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，本周播出的曲目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，以及贝多芬的第三号西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。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们按时收听，并分享给身边渴慕信仰的朋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以充满喜乐的掌声，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为我们讲道分享。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请你用一个很快乐的面，就荣耀的脸孔跟隔壁的人说，愿你平安。你有感受到对方在跟你讲话时，你有那个感受到他的喜乐跟荣耀的人，请你举手我看看。OK。你在亲爱的中间有隔壁有你的仇人的人，请你举手一下。我伫新人伊读册时，迄个时阵有一个公格，是陈莎莉，你知即个姊妹吼，伊个头毛拢留足长诶，伊个公格是伫公格一个V.O.5 的洗发精，伊迄公格足水诶，迄个陈莎莉伫行路时甩一个头发，那很漂亮，所以迄时阵我拢会去，真侪人拢有一个梦要去买迄个 V.O.5 的洗发精来。洗头，总是真贵，对时阵来讲有够贵，所以我就感觉拢会想着陈沙利，想着迄个 V.O.5 安尼样。有一天我甲董牧师去洗身躯，拄好有一个台北的兄弟，伊来读信仰院，伊掼一罐 V.O.5， 啊，入去底下咧洗头，我就甲伊讲：义文，你敢会使分我洗？伊甲阮讲吼，恁无钱袂使洗，伊足贵去买来吼，爱在底下安尼甲你洗。啊，我就甲请教讲，你洗只 V.O.5 啥物洗，你嘛甲伊教一下。伊讲你免甲我骗，你我甲你教，我嘛是袂好你。伊讲是要洗 V.O.5， 就是爱脏头，脏两三盖了后，才会使用一滴滴的 V.O.5 放落，啊，就开始洗第一盖，洗第二盖，洗第三盖安尼。我就在那裡聆聽他怎麼洗 V.O.5， 用一種渴慕的眼光，不忘他可以將一點點來分給我們。董牧師跟他說，你可以一點點給我們，那個牧師是有夠不聽是嗎？那個是哪些有夠不聽？嗯，就是嗯。所以他就開始洗的時候，董牧師就怎手撐過，怎麼搖起來，咻咻咻，就在他的手用很多，然後又再放下去，然後一半分我。董牧師是很有良心的，一般我們兩個就開始洗 V.O.5， 洗了後那個藝文，他現在在紐約的長島在做牧師，很成功的一個牧師，然後他就說，你怎麼有洗髮精？我說我這白跟你的白不一樣，他說你什麼白？我說 V.O.S， 怎麼有那個 V.O.S？ 什麼叫做 V.O.S？ V.O. Store， 頭貼的。我的工作是你讲起一个 V.O.5 一个广告，用一个陈沙利的广告，我你会感觉讲，我就要去买这个物件，有无？物件啦，开始广告，你就知影，迄个物件卖你100块，实际上伊只有20块的价值，所以你莫定叫广告了条咧。政治家时常爱用一个形象包装伊家己。你有感受到美国新总统的 Trump 啊个？希拉瑞，你敢有看？你会发现讲，希拉瑞，你若注意甲看，伊规面拢已经皱纹啊，总是伊个打扮甲安那，拢真水，啊个足阳光诶。伊佮倒落去嘛是爱爬起来，讲伊无破病，你知吼？你看伊穿，你一出来时，你会感觉安那？我感觉互我足惊艳诶，然后伊讲诶话拢互我感觉有够可怕，你知吼？当时吼，互伊帝国了后，这国家会倒甲袂倒，你毋知影？伊思考模式跟一般人的思考模式完全不同款，伊
我就你想讲，那真正选迄个川普了后美国这个国家会变安怎？你敢捌想过这个问题？所以我本来要写一张批稿，阮查某囝讲叫伊莫选 Trump， 叫伊爱选 Hillary， 你知吼？伊讲啊，昨昏拄啊选一落迄个奈何啊？啊，讲伊接到一个选票，迄个选票爱回答很多问题，啊，了这个选举，然后啊，伊要选 Trump。我说唔敢甲讲，你讲伊讲伊要选迄个川普，伊讲安那嘞？伊讲女人给他治国的形象是很差的，迄个韩国讲很差的，啊，过来台湾对他来讲是很差的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我一直感觉啊哥他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女人治国是怎样？不是很好的，告你啊。我不都都在同意啦吼，这是伊的想法吼，所以伊要选 Trump， 伊感觉 Trump 吼是一个吼敢做敢当，但是有时候不敢承认他罪恶的男人。哎，我感觉而且形象的广告真的很重要。你个看吼，伫全世界我上欣赏一个总统，迄个名叫做 Duterte， 你敢知是不是？迄个菲律宾的总统，开口就三字经。哇！啊，骂啊吼，这个骂，我听说我大概看你骂人的时候，我那个嘛，因为那总统，全世界总统敢一人敢骂三字经，就是伊迄个人啊呢。好啊，我感觉伊的禁毒真的有胆量，你说真的很有 gas， 吸毒的当中啊呐，枪毙。这点吼，我感觉有较残忍呐哈，心内同意，我好无同意哈。哎，伊的伊吼，足毒的袂啦吼，伊感觉菲律宾应该脱离什么？美国的。限制应该讲这些独立的国家，我一开始吼很强势，你知吼？我一讲呢，你看到这个人吼，伊伫坐飞机时，上帝甲讲你别使讲骂三字经，无你会为飞机顶搬落来。伊双个孩子就安那改变啊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会讲三字经的请举手。我跟你讲，会讲一句三字经吼。我跟你不讲哦，你讲的这种词常常是破产的开始。我跟你骗哦，因为你若读经言，所有的淫词是人败坏的开始，是破产的开始。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啊，很小心你自己的语言。啊，你请问你形象有重要吗？当你看到一个牧师，你真是那个形象是什么？你敢捌想过？等你在想耶稣的时候，你敢有想过耶稣的形象到底是什么？在你的心里他到底是什么？人不曾看见上帝，只有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躯顶，我们看见上帝的形象，好不好？你读这个圣经，你读看看哦，来，我们读一下，读一个圣经节，在约翰一书，约翰福音书一章十八节，来，你看看我们来。对我太空来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将来唔系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伫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伊表明出来。将来唔系有人看见耶稣，只有伫耶稣怀抱里的伊的门徒将伊呐表明出来。你有没有想过说，其实人伫讲基督徒的时是真唔忙伊伫你的身躯顶看到什么人？看到耶稣，你敢不想过这个问题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来，你个查一下圣经，怎了吼？你即马吼对耶稣的印象，咱的一个刻板印象，你即马看所有的相片，你看过去所有人围对耶稣所围出来的相片，你看一次哦，来，顶个再关掉未？你看一下，好来哦，这个关掉，哇，好来，你看着哈，安尼有水吗？是不是咱梦中的男人？哦，好来，你去看，来个来，啊个来，你看看。这是耶稣在要上天的时阵，有水无？过来，来哈，安尼有水无？有吸引力无？后来你个看过来啊，后来哦，你个哈哈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我嘛捌想过，讲我那老他们安尼这个色，啊个老翠秋的时，我徛在只江德时，恁几排时讲，哎，是咁天桥教会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真的有没有很漂亮？有这些女生，我拢甲讲，牧师，我怎会放着耶稣来找我呢？我讲问讲现在什么款？我头毛哦金色色啊，个喙须哦，啊去穿白衫啊啊，双双手打开要拥抱我，爱的掀起来啊！我讲哎，这是什么梦中的耶稣爱人的形象？我得讲爱人是什么？你爱人呐啊，这种形象再来
你看看是不是牧羊的形象？哦，对不对？再来，你看看一下，然后这个款哈、哦、有没有很漂亮？过来，哦，有没有哈、哦？这是撒玛利亚妇的福音囊，哦，这个款后来，这个款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拥抱他？好不好？啊，敢真正，这人都拥抱他，伊敢真正是安尼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那么你来看一下耶稣本体的真相是什么？你看好哦，来，你读圣经，你读下几个圣经节，你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十个第八十，你读看未来？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然后来第七章。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反倒虚己，倒空家己，除了奴仆的形象，真侪人的样相。上帝真侪人的样相，然后怎样？反倒虚己，成为奴仆，真侪正人的什么？奴仆。来，你再看一个圣经章，你再看一个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地方，第一节到第九节。咱大家听来，我们所传的由谁信呢、啊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过来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也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过来第三节，啊，他被藐视，被厌弃，多受痛苦。常经忧患，他被描述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你等下看第二章，你看好来，这个看，那你注意啊，说起面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他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啊，你个看，有没有很大的差距？有这么大的差距哦。我过来哦，你个看哈，耶稣诞生在什么所在？你别走。在马槽，那么你也能看见讲，一诞生马槽之后，就开始被啊，能当奥的开始被追杀，希律开始追杀他，也都去埃及，逃到埃及之后，他又回来，伊在拿撒勒长大，伊在团队过程的中间，连伊的小弟叫做雅各都无相信伊讲伊起笑啊，伊故乡人讲伊呐，他发疯了，有没有？你看伊在团队时。有拄到足侪苦难无？有气馁无？有人解配水吗？有人解点石头？有人逐工提出挑战无？你若读约翰福音书第六章六十六节，我最爱读一节吼。圣经有三三三三，就是耶利米三十三章第三节，你将又大又难的事向我祷告，我就应允你。三三三，这句就好。啊，你若六六六，足凄惨的。六六安尼凄惨呢？就是你讲耶稣甲学生讲，讲你嘛要离开我吗？所有人拢离开耶稣，剩十二门徒无离开。啊，十二门徒甲讲，我袂离开你，我会对你安那，无论安那我拢会对你。你看耶稣也很凄惨的时候，有没有很凄惨？啊，伊敢有法度定食好三顿？你来听耶稣讲，耶稣讲啥？天顶的飞鸟有收，狐狸有空，啊，我无啥物，无看头的所在，安尼有可能无？在供应伊的拢是迄款的善良人，无得鬼妇的。这些人在供应耶稣，你得看到讲耶稣的生活，唔是咱想象遐好。所以上帝来到这个世间，世间来到这个世间，唔是做君王，唔是有关系的人，唔是一个真美丽啊、真水的一个，互你看个足荣耀的人。是用上帝差派一个人来到这个所在，真是奴仆。他的形象是什么？就是奴仆。他的形象就是奴仆。伊形象是啥物？就是牺牲。伊形象是虚名，就是谦卑。伊来要创啥？就是要救人，用疼怜悯来救世间人。所以你看一个圣经节，你再读一个圣经节，来，你读一下好来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你看回来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来，就在这末世，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立的诸世界。耶稣基督不甲上帝呢，伊是上帝为上帝道，所以呢，伊不承受万有，伊不呐创造世界。过来，你看第三章，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，
他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按、啊、你来讲哦，你甲看吼、哦，上帝本身是足爱真做人，甲人三个点，伊足爱真做人的萝卜，足爱在这世间听世间所有人。然后呢，伊用听来托住万有，各安啊来洗净人的罪，然后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按、啊、你来讲，就讲伊死了后上天，就是上帝的正边，总是伊伫地面上面时，他成为什么奴仆？你干嘛想过这个问题？但首先的主，伊是谦卑，伊是奴仆，伊是听，伊是怜悯。你干嘛想过这个问题？我感觉这我说无好做吼，要表明迄个耶稣的形象有困难。我定拄着即款的挑战啊！我伫平时做牧师，都有一个阿伯啊，打电话讲牧师啊，我讲因这啊，怎么做阿妈呢？你进来啦！我讲什么代志？阮家的弟仔哦破病啦！我讲我恁也无做急急救室，伊就所以叫伊去甲你注射就好啊！伊讲又来啦！伊看迄弟仔哦，讲迄注射哦比只弟仔较贵啦，讲叫我买只弟仔啦！啊，你敢会使来？我讲真暗呢！伊讲你进来啦，无只弟仔会死呢！我讲啊，是安怎啦？伊讲迄只弟仔我饲大只是要奉献的啊！我听到奉献就做得嘞。后来你那时候贪玩，我睡来，我记，伊只底下摸的哦，就是抱着你知道吗？摸的也先哭啊！我讲你现在摸哦，我说我的肌肉就哭啊，都摸好，你起码来个肌肉啦。啊，讲啊，你迄只底下你对摸是低调啦，个底部困做伙，哎，怎个摸出来？啊，佫有一个迄个底塞味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往你摸啦，你爱摸。我讲怎么表达那种爱的神形象，真的有时候很难呢。真的非常的难，我摸回来哦，我就甲祈祷嘛哈，我就祈祷上帝啊，听这个阿妈阿姨昨天只猪啊，我望你后只猪啊，饲会大只，啊只猪啊呐，将来会可以卖掉，会通来奉献啊呢，哦，伊有欢喜无？感谢上帝，迄只猪啊有活，迄只猪啊有活啦，我感觉这些足奇怪，爱能够创造神迹，真的，我感觉哦，有当时哦，要去抱只猪啊，真的要勇气。我等一下，我自己的牧师不晓得怎么去表明那种爱，你知道吗？我大部分感觉看到我拢点点啊，拢会拍的。安尼吼，前无几天我去一个人的厝，因家的狗仔唔拍的，看到我一直甲吠，汪汪汪汪，啊吼，啊主人吼拢甲叫吼，啊你不要牧师来了，不要叫啦，安尼啦，足谦卑，甲只狗仔讲话，吼，啊只狗仔就一直歪来，甲你汪汪汪，啊我吼。我看到狗仔搞一个感觉安尼尔，冬天到了，像大家狗仔拢就是要食得不妥的，啊，迄只狗仔吼，伊个伊吼要引起你注意吼，怎甲你夹脚啦？你敢会使甲踢？袂使啊，对无？啊，到底要甲抱？主人爱你甲抱，还是无爱你甲抱？迄心内一冲击就足大个，吼！伊若我抱着吼，我会甲头念，总是吼都。袂使都唔知咩个，唔知咩面对只狗只细只，啊，足好肥安尼哦，啊，即马我着坐咧嘛，迄只主人着甲抱起来吼，啊，伊着抱起来着我听，啊，只狗啊，过来我面头就讲啊，嗷嗷嗷，我实是要甲肥到等伊啦，啊，然后迄只主人甲讲啊，啊，狗狗安静，啊，只狗啊安静，吼，让牧师爸爸、牧师阿公抱抱，安尼我着个。伊给走来哦，一只狗会听话啊！我得好胆甲扶起来。伊讲甲牧师阿公亲亲，哦，伊舌头竟然走出来呢！哦，真够可怕的狗啊！伊舌头走出来，怎啊真吃啦吼？我阿登来，我死几啊个？我第一下叫狗啊真了，我真的那种恐怖啊！你好，你想讲哇，怎么去表达神的形象？你干嘛有困难吗？当咱里面，当一个牧师给人里面时，你要去表达那种神的爱、怜悯、宽度跟广度，兄弟姊妹，真的很难，真的非常非常的难。唔捌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伫耶稣基督身躯顶，咱看见伊的形象。唔捌有人看见耶稣基督，只有伫基督徒的身躯顶，人要看见耶稣基督的什么？的形象，所以你到底你表明的是什么？
你表面是什么？总是你去看吼，一来他是荣耀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你到底有没有荣耀在你身上？到底有没有那种荣耀的光辉在你生命的上面？再来，你是不是神的本体的真相？那个神的本体，那个本体是不是在你里面？安尼我跟你讲，形象的本身不是这种外表，不是安那穿安那抹安那加他们。这一种不是真实的形象，真实的形象就是上帝的灵点在你的心灵的深处，神的灵在你的里面，神本身成为你的生命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形象。而且你必须把神的灵，把神的生命把它表达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形象。所以一个人不是你说你穿了多漂亮，我开什么名车，你说代表你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人，不是这样。每一个基督徒是你说去上帝灵到底在你的里面，你有多少上帝的生命，在你的里面有多少，你到底有多少将上帝为家在你的心灵的深处的里面，你到底怎样的把那神的话磨成你的生命，然后你给挖出来，这样有困难吗？我觉得真的很难。上礼拜礼拜暗，在福泉路的那个活水教会的牧师，因查囝嫁，伊请这一牧师去食饭。我去的时阵发现讲，新北牧师较早含较早牧师完全无共款。我走入去的时阵发现我是上正经的，你知道？恁看起来是无啥话正经，我入去，我才发现讲，入去是我上正经的，你敢知？我看到一个牧师穿灰衫，然后呢，他们是绿色的，为什么绿个家？你知吼？佮另外一个牧师嘛，拢穿灰衫，穿我看我看安尼吼，安尼吼，安尼，佮另外几个牧师，大拢穿灰衫，讲我入去穿安尼，一人甲讲，宪平，你还没有突破吗？我突破什么？你佮今麦奶农阿伯逆他们了哈？我讲我是逆哦，唔是无逆。在工位，在工位中间就发现哇，我已经被淘汰了，我真的被这个世代的人淘汰。就是讲为警察来讲，哇，我已经被淘汰了。你要给我穿件灰衫，可能较困难嘞，晓得我无懂，你知道？我穿这种有颜色的衣服，已经努力了很久才换衣服，你知道哈？安尼哈，所以你有感觉人吼，我在外表要突破的较困难啊，内心要突破有困难无？你像这个看吼，咱是上帝本体的真相。每个基督徒应该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上帝的本体的上帝的本身，他的生命，他的灵的真相，然后是要来托住万有的。他常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。其实一个基督徒，我这世间，你把本体的真相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有全能来托住什么？托住万有，托住你的家庭，托住你的事业。所以基督徒其实活的时候，把本体真相活出来的时候，一起做什么呢？成为世界上每个人的祝福。你所讲的话，那无得真实世间人的祝福；你所话出来，那无得真实人的祝福。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会脱离神很远。所以上帝不是跟他祝福你，在这世间有什么真大的风行，这风行都是假的。这些所有世上，我的公鸡公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神本来就会把丰盛放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会得到丰盛的基业。终是你的里面，你的生命、你的生命跟你的灵不对的时，神就把这个东西完全收回，神就摧毁你，神要摧毁人是一夕之间，一夕之间。哦，这个有一个兄弟走来跟马克劳，跟我讲牧师，我今仔去买两个车位吼。忽然间发现我的支票簿我没，现在暗时也没得买领现金，你可以先开张一百万给我，我交给那个人呢。我说你来去买车位啦，他说我第一次带两个车位啦，一个五十，两个一百啦，你先开我一下，我明天再拿来行李啦。这样有困难吗？也定很好啊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困难啊，这样吧，我就这样，兄弟有困难，我就拔刀相助，就开张一百给他。对吧？今天刚无来找我，佮过一天无来找我。第三天我敲电话，此电话不通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不要被打倒，你要感谢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有难，你救了他，我就是把他找出来，为他祷告。神啊，祝我的弟兄。他骗了我100万，请他不要再骗人。
让神开始祝福他，他有还我钱还不还我钱都不重要，最重要他是神的儿女，他要表彰神的荣耀。你一直考考考考，我是都想你讲就好，安尼啊，免钱吼，骂两个吼。哦，你真的会气死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，其实呢，你那这几个人吼，你怎样的愿意舍下自己，不要看重这个世界，你的生命、内在的生命跟你的祝福不相配的时候，神就一直减少你的什么，你的财富。所以我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，每一天哦，你爱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，每一个人叫你起床的时候，你要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今天我走出去要表彰你的荣耀，你的圣灵与我同在，能力与我同在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让这个世人得到祝福，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世间怎样领受就好，因为我的恩果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，因为我的恩果我能够托住我的亲戚朋友，因为我的恩果我会当不是讲洗净我的罪，我会当帮助别人，让因的误会拉散，永远会当得到洗清。你要把基督的本身就放在你的里面，基督的灵、基督的生命就在我的里面，你也开始表彰什么神的形象，你会表彰出神的一个完全的形象。够呛，我嘛真唔忙，那每一个人啊，你当你行天路的中间，你应该爱更加清楚。你唔是讲每天都在变化更新，是上帝要感谢上帝。这个世间，我哋世间的人，无一个人是无灾难的、无困难的、无受迫害的。我哋这世间的每一个人，拢会拄到你想未到恶当中的代志。你爱感谢上帝，愈大恶当中的代志，就是你操练你，甲你磨磨，甲你的人性拢总安那无去，磨你的肉体会败坏，磨甲安那拢无去，磨你的目睭所看到的物件，拢为歹变成什么？拢变成好。当你是一个上帝的子时，你敢要想过讲上帝的恩膏这样膏抹我之后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总是上帝为伊将伊的恩膏割破你了后，上帝拢讲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伊的子，他有没有爱你？他很爱你，而且他很愿意你越来越像他。我足欣赏建志啦吼，甲伊的太太，伊拢足早来甲我送个祈祷。还有一个子，一开第生第一日时，甲我讲，伊是叫做德仁。宇宙超级强，我刚下这个，我刚这么个老的哟，那我刚这么个老的，我现在宇宙超级强的囡仔呢，好安尼，啊，第二叫做德语安尼，然后我更加欢喜安尼，你看吼，迄两个囡仔大汉吼，我较安那看，讲话动作拢总甲建制同款，建制是足过动的，你知影吼，过动到很不得了，啊，伊个囡仔嘛是安那。足过动的，足细汉就啊，简直足听上帝。伊囡仔嘛怎啊啦？足听上帝，简直那伫楼卡卡早拢伫遮伫唱歌，伊囡仔嘛也迄个麦克风伫遐盖上个唱。啊，听后即个囡仔，简直讲叫去楼顶操控迄个 PA， 一直走去管理操控。足细汉就足爱服侍上帝。迄个老爸安怎？迄个囝就安那，就安那，安就可怕无？你等下看恁囝，看跟你相似度几分？你看迄个人伊吼，行路话甲我同款。你知道吼，是不是拢同共款？啊，你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是上帝的子，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要不要将那个形象的本身，跟神之间那种关系，把它建造好之后，把神表彰出来，把神表彰出来。神要你表彰出来，就会让你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试炼，很多的你想不透的伤害会到你的里面。你要感谢上帝，让你有这个机会，因为神看中你，你才会遇到试炼。你若是上帝所不爱的子，连庙你拄到试炼都无，伊敢那，逐天我伫做离婚城，让你足快乐的。啊，你好，你把酒开起了，你唔知咩对。所以我鼓励各位哈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感谢上帝，祝福要来了。啊，股票都不要紧，你知道吗？祝福要怎样？就不买，祝福又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干嘛呢？就想说，谢谢，看到每天都帮助，
真的像十月份对吧？我就宣告神的祝福会在我身上。我甚至遇到很多难题，我拄着王恐吓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来甲恐吓，然后我甲恐吓倒转来，你就不要怕。我只甲恐吓倒转来，真的是我足温柔的人啦吼。伊甲恐吓，我嘛是个啊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伊甲讲啊，迄钱爱分伊吼，啊，我就可以。伊先签名，我啊钱可以。啊，然后我来讲。你这个土地若无甲卖出去吼，你后个月试看卖咧。那伊讲伊要甲卖土地，我讲你如果卖不卖的话吼，你试看看。安尼啦，伊说连人拢无去，你知吼，从此以后就不见了。啊，我拄着什么呢？啊，我拄着我的查某囝伫美国有一个叫做 panic attack， 就是一款的恐慌。伊伫伊拉克打了五年战，然后呢，常常会在打战情况，听到会恐慌，因为伊捌看到伊的同伴。两个在走路，啊，一个哪倒嘞，枪支掉下倒嘞，啊，伊活嘞。伊捌去伫直升机的关顶，啊，徛伫遐，掌控啊掉落来，啊，了后一只直升机飞出去，拄啊飞出去，诶，两三分钟就叫拍落来，啊，伊活伫土啊，安尼伊会恐慌未？伊捌叫伊拉克人甲围攻十四天，安尼伊会恐慌未？啊，所以伊对伊恐慌时吼，伊拢把所有的东西都切掉啊！你跟他讲话，他都不跟你讲，你知道吼？我都要天天为他祷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难过？啊，真的很难过，弟兄姊妹，你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想不透的一些试炼。终于每次该试炼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：“神啊，你的生命、你的能力就保住在我的里面，任何事情都不能够转动我。越大的试炼，越大的攻击，就是让我更大的信心，让我站立得稳。”不要被打败，弟兄姊妹，真的不要被打败。这个世界大家都来惊，对未来都会惊呀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怕，你就跟说神啊，你的灵在我的里面，生命在我的里面，让我表彰你，让我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我真的能够托住更多的家庭，托住万有。你也发现说，当你在活在神的里面，开始为神工作的时候，神的恩典跟祝福就会来临。上帝就会默默在人的中间，你会发现到你没有办法啊，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远离神，因为神就成为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的力量。他会成为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的力量。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。我们是耶稣的形象，对我讲一句，我是耶稣的形象。等一照镜就看嘛了，嘿。回家照相一下，啊，你是不是耶稣的形象？你看一下，你是否在家里面对你孩子看到他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那种爱跟怜悯对待你的孩子？当你孩子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被你孩子打倒？你也叫囡仔怕倒的。我就感谢上帝，我有一个囡仔去读书，每天都会写俾我，把我搞爱的。你就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。我如果没有你这个爸爸，我就没有办法在美国生活。爸爸，你真的是很伟大，在我心中你是我最大最伟大的爸爸。啊，你肯定欢喜吧？灾难来了，真的。那好，你敢知呀？我真的被他打败。一读册哦，开始读个足歹，我就改讲哦，林光。爸爸对你不会失望，你今天读书读不会没有关系，你就做水电工。我挑战他做水电工，他去在家里去修理一个水道就挂一空了。我说你至少去打工，去打工以后回来整身躯都受伤。我说你打工几个小时回来整身躯会晒晒。他说家公爸爸，我看一看一看，我不是做工的料。我讲你读册也很慢，啊，做工课也无半步，然后伊讲到底什么料？伊讲我是神的料。伊讲我真的被他打败。我讲啊，你会创啥？伊讲爸，你不要一直吼啊，你不要放弃我，知道吗？啊，我是神的儿女，你不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吗？我讲嘿啊，对啊，哈。就是他自己就开始卡心话那了。牧师有时候人吼也会跌落到谷底的时候，会好像会放弃孩子这样吼。你敢怎样？有一天啊吼，有一天去参加神研会，啊，这圣灵充满，
美国牧师叫做终结，就是一个姊妹，伊要咱教会。迄终结吼，伊带圣灵充满，伊从末终结大声哭，一直哭啊！我的爸爸说我是我们家全家里面最不会读书的，最没有用的。哭干嘞啦，哭足大声嘛，哭完，哎，哭干吼，大家拢，怎啊？心内吼，怎啊？感觉足奇怪啦吼，迄个毋是牧师的囝。啊！那牧师噶，迄个囝生活噶遐深啦。去恁讲迄个总结卡的，我讲牧师，你应该要悔改。你怎么跟孩子说这么负面的话？哇！我才开始讲啊，原来呢，我对别人孩子都教导得很好，对自己孩子教导不好。我应该恢复那种，我不只是个世上的爸爸，我是一个神的儿女，我要有儿女的形象，我就开始为他祷告，我就得到自由。灵光就跟我说：“爸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你也不会，我也不会，你也不会打败我，你那个语言不会打败我。”我跟他讲：“我不会，他我受光的负面，我也别打败他。”哎，他还不错，你知道哈？去年正当我去朋友宣告，伊坐伫我边啊，跟他讲：“爸，我要去读一间学校。”一年70,000元美金，你敢会惊？我讲，囡仔水电工就好啦。你知道做水电工考个执照，在美国收入都比纽约市市长多。伊甲我讲，爸，我要向阿姆斯壮道月球。我你他搞派去无？伊讲无。我讲啊，你要创啥啦？伊讲爸，我一年要70,000呢。我讲，今晚你去咧拜堂，哪有钱让我你啦？伊甲我讲，你只有爱神而已，你会爱我吗？你听着，我听着对吼。我讲，不过爸爸还是怕啦。伊讲，你真的怕了吗？我讲，我真的怕了。伊讲，感谢主，我的爸。伊甲讲，给我叫一叫，讲耶稣啊，我的爸爸真的有点恐惧了。伊饭店嘛，你甲他讲，讲到我是做歹事，边要回应嘛哈。阿娇伊甲讲，你不要怕，爸，你不要怕。你叫我不要怕，你说我都没有打工，但是我很会写怎么申请奖学金，这是我的专长。你说他吼，一下子很可怜的，像我爸爸是台湾一间很小一间教的牧师，我家很傻的，总是我是有够优秀的，我从小没叫我读书，总是我越来越有读书，我真是美国公民了，我感觉我会祝福美国这个社会，这样，写到一大片这样。阿廖一天的全额奖学金，一年摕到58,000元的奖学金。我心内怎啊感觉讲，弟兄姊妹，我在想这个故事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。我不知道你表彰的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常常表彰的，说遇到事情之后就是负面的反应，我们很少正面的。我可跟你讲一解，信心要坚持，语言要坚持在积极。赞美的当中，所有的东西，我要任何时刻，我对人都要表彰什么？神的形象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人看到你是的，看到什么人？看到耶稣。人家看到你就看到谁？看到了耶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求你教我三个同在。你是上帝的本体，是上帝的形象，总是你真是落魄来到这个世间，活在世间人。你来到这个世间，你真是一个谦卑的落魄，你活在人，你疼人，你受这些试探，这些的可怜，甚至定时的死。主，我知影，你在我的内面。让我们学习你，在这个世间，我们真的有苦难，我们真的有很多恶当当的事情，有很多白塞，总是你会听在我们的里面，越大的苦难，越大的气念，我们都要越站在，无论遇到什么样恶当当的事情，我们心里都不怕，任何一个气念，任何一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都是最大的祝福。主，我知道这苦难，这试炼，拢是要磨，让阮这人内在的生命，拢属于你。
我甲所有杂质拢离开阮，互阮完全属于耶稣。耶稣愿意来祝福阮，这时阵阮嘛要奉献金钱，你面头前，愿主你祝福阮的奉献，也叫你真正祝福阮，互阮会当有千百万倍的收成。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那今物咱来奉献，你若第一届来个教会，请你免挂伊只个奉献。上帝油，在咱当中也依然有一个牧者，这样疼惜咱。伊也四界去找，把这羊啊找出来。今日是伊的生日，这首歌也是伊所作的，我们献上阮对伊的疼惜。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是我的一切。
一个人，常常在你的内面得到你的恩典，也祝福我的奉献，祝福我的世间活着，拢会通彰显你的形象，荣耀你的名。安尼祈祷，可以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哎，兄弟，今麦个即个甲隔壁人请安，愿主平安，跟咱三个同在。啊，来介绍有一位新的人客啊，徐正达啊。啊，咱欢迎他起来，我咱给拍波啊！啊，就是咱今天还有啊，苏桂贤哈，是，哎，咱就欢迎来，来请咱起立，来唱这首《小西瓜》。祝我兄弟，我心内好。大声的喊话，七声哈利路亚！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上帝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跟咱众人三个弟弟，为这事到永世代无尽。我们大家的祝福，因为
愿神的恩典，愿神荣耀与他同在。哈利路亚！祝我们一起的时候仰望你，赞美你。祝我们敬爱的牧师今天的生日，祝我们心很感恩在你面前。因着你，因着他，我们得到满满的祝福恩典。因着他，我们心灵得饱足；因着他，我们灵命得遮盖。哈利路亚！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主啊，献上感恩在你面前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将祈祷告那奉靠主之名求，阿门。天父叫你祝福所有兄弟姊妹，我的灵魂兴盛，我的身躯臃肿，我的世间所做尽拢顺利，也乎我的家庭拢领受你丰盛的荣耀，领受更加大金钱的祝福，乎阮一切人真正伫世间来表彰神的活命，神的形象伫人个中间，也祝福文创会通紧紧来完成，乎这个文创会通影响整个的城市，祝福阮每一个人，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。阿门，大家举手，哈利路亚！来，牧师，我长的牧师，来，这边，来看这边。请坐。